去年和交往五年的王先生结婚，同一年的九月，他惊喜对外宣布自己已经怀孕的好消息。今年三月，他顺利生下一个宝贝儿子，迎来一家三口的幸福家庭生活。升格为幸福新手妈咪的他，也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育儿点滴。27日，他的爸爸吴宗宪在社群平台开心发文写下：“人生最简单的快乐，大宝贝的小宝贝。”并晒出和宝贝艾森同框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的他头戴黑色帽子，身穿休闲服饰，双手将宝贝艾森紧紧抱在怀里，对镜头露出幸福灿烂的笑容。大批粉丝看到照片后都被这个画面融化了，纷纷恭喜他当阿公了，直呼他抱宝宝的时候眼神变得更温柔啦。Bye.